龟山岛的，而且是比较正面的龟山岛，就是你可以看到就是有头有尾巴的龟山岛。你看到吗？远远的那边头在我的右手边。然后，有的时候就是退潮的时候会在沙洲这边，能看到那边旁边沙洲那边会看到埃及圣环，因为像埃及圣环就是量太大了。我昨天有看了一个纪录片，是从应该是2019年的片子，去年的片子，因为埃及圣环太多了哈，然后他们要做移除的那个移除的计划，要花很多钱，因为就是那种。我不会讲，因为是虽然它是就是破坏本土的害鸟，也就是算是不好的鸟，因为它是外来种。我在澳洲的时候，他们叫它叫做垃圾鸟，它会站到那个我们的餐桌上，因为澳洲很喜欢在户外吃东西，就是吃饭啊，早餐啊，晚餐啊，晚餐都可以在户外吃。然后那个垃圾鸟，埃及圣环就会飞到那个。桌上来抢我们的食物，那刚开始不知道，还觉得说哇这鸟好可爱。后来被当地人跟我们解释，那个叫垃圾鸟。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埃及圣环，是在澳洲。哎，教练，我们在澳洲看过埃及圣环，然后后来又在哪里看过它？去澳洲两次，你们这种爱做什么？然后我们是好像是去年哦，前年发现他在那个东山河这里。因为他会占据我们那个台湾一些鹭科鸟类的那个栖息地，因为他繁殖力很强，然后适应的能力很好。你帮我拍他们，你用相机帮我拍他们。我现在在录影啊，我不知道到底是不是，搞不好就是他们了。而且我就用拉近放大也看不清楚是不是他们。很漂亮，然后再一个弯出去那边，再一个弯出去，就是那个就是出海口了。它现在退潮哦，再退低一点，会有更多的鹭科的那个鸟类会栖息在这个，就是你看到旁边这个沙洲上面。